为啥都来呢？
青山绿水，这个球就是厦门市的气象台，抓鱼，嘿嘿。
哎。今天我下夜用十号，唔使咁多。肯定有，水这么绿，肯定有东西，肯定是有富营养。嗯，手插插上去。你这丢的真的不太读书。香蕉皮好吃。不吃的啦。香蕉皮会吃。那你太大块了，谁吃啊？来。你太大块了，谁吃啊？应该至少要像我这样丢。嗯，你要像我这样丢这种小块的才有吃的。这边挂给你看小块他就吃了。